就说上班有人值班当，早当他忙活着，早上这人个人在接单，这不能挣钱包交，像是你这些单，这钱花在哪做了，说完你说心急了。现在上下班就说上班有人值班当，早当他忙活着，早上忙活把这人个人帮忙事当，忙活把这人个人帮忙事当，忙活把这人个人帮忙事当，忙活把这人个人帮忙事。我忙活把这人个人帮忙事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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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活把这人个人帮忙事。我忙活把这人个人帮忙事当，我接拉到江苏了，带兵的到苏杭的那边找江苏那当帮他做些活的，就当抓紧别人咋的说，穷登的工部家伙人样拉箱咋了？东哥，露珠的你，真正你的难道老师？请你东哥，就算有些人你记得个老王在哪个？那这比做了马人们都听不了解释。跟老婆就打这样老主讲东送，住的集中你摸你弄你接着做动作。马人们在这听不了你个，今天就在拉扯呢。东你到长沙平的松原的里走街这头。就照着当时你沿着道路，门前人讲话了，样懒得多。最多那几斤，别人我这人，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我当就用路多吧。路主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子见不走的那你没想送的，莫让见不我家。把个人当安全都先么多，东巴的街将拉香赞咯。我们昨天讲的出离心啊，小乘佛教也有啊，小乘佛教也有。如果没有出离心，那他没有办法成为小乘佛教啊。他有出离心，但是呢，他没有菩提心，他没有菩提心，他。小乘佛教啊，他有没有慈悲心呢？他有慈悲心啊。小乘佛教他也有慈悲心，他也觉得啊，这芸芸众生啊都是很苦的啊，他觉得很苦啊，但是啊，他也希望啊，这个所有众生啊都能够解脱啊，都能够不要这么苦，他这慈悲心他也有。他不是没有慈悲心，我们不要以为小乘佛教是没有慈悲心的啊，有慈悲心的，但是呢，他只是有慈悲心而已，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他只是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啊，但是呢，他不会去度他们，他没有这个用气，他缺乏的不是慈悲心啊，他缺乏的是用气，他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啊，但是呢，他同时认为这个轮回太苦了啊，我就没有勇气啊去帮助这些人啊，这些人实际上是很苦，我知道啊，这些人很可怜的，我知道，但是呢，我还是自己解脱算了啊，我没有勇气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就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的发心啊，就是这样子。然后大乘佛教的发心就不是这样子了。大乘佛教呢，它有啊慈悲心，而且大乘佛教的这个慈悲心叫做大慈大悲啊。我们平时念观世音菩萨的声号的时候，就是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小乘佛教的不叫大慈大悲了，小乘佛教的叫做慈悲啊。阿罗汉有慈悲，但是没有大慈大悲啊。这大和小什么区别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啊，觉得很可怜的同情的这种心啊，叫做慈悲心。然后大慈大悲是什么呢？啊，我不但是觉得他们很可怜啊，不但是同情啊，而且我要去帮助他们啊。我既然认为他们很痛苦，那我为什么不帮助他们呢？啊，然后他就有这个勇气，大乘佛教就有这个勇气。那大乘佛教的这个勇气从哪里来的呢？他的勇气就是他认为这个他已经精通了啊，他已经了达精通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虚幻的啊，虚幻的世界啊，虚拟的世界啊，所以他不怕，他不怕啊，
他认为这些人啊，这些人都在这个虚拟的、虚幻的世界当中痛苦，实际上是没有痛苦的。这里边啊，没有痛苦的，没有地狱的，没有轮回的。但是呢，这些人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自己迷茫啊，把没有的东西当做有的，把虚幻的东西当做真实的东西，然后他们在这个痛苦。然后呢，大乘佛教觉得他已经精通了，这其实这不是真实的东西，这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啊。然后呢，我就有这个义务啊，我要去告诉他们，这个不是真实的世界啊，不要再继续做这样子的梦，你一定要从这个梦里面呢，要苏醒，要舒心啊，我要去唤醒这些人，这个就是我的义务啊。这就是因为他精通了，他证悟啊，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所以他是有勇气，他不会害怕这个轮回。小乘佛教他只精通了无我，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存在啊，他只知道自我是虚幻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所以他还是很害怕这个世界，他害怕轮回啊，他害怕自己也堕这个轮回，所以他不敢面对。大乘佛教呢，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啊，没有什么好可怕，这就是不就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吗？那他既然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为什么要怕这个虚幻的世界呢？我不怕啊，但是呢。这么多的人啊，这么多的人，他们都还不知道这个是虚幻的啊，他们把这个世界就当做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他们这么痛苦啊，就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大家都挣扎啊，大家都是为了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就是为了名，为了利啊，然后就是为了名利的这个争夺斗争啊。各种各样的这些虚幻的东西，然后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这样子的真实真实的这种错觉然后这个错觉就是给他们带来了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痛苦，然后大乘佛教这个大乘佛教就。他因为他自己证悟了，所以他不怕啊，他就有勇气告诉他们这个是虚幻的，然后他也相信啊，他完全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虚幻的啊，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的话，那么我能不能说服这些人呢？不可以。为什么？这本来，比如说这些人这么忠实，这么执着。这么迷恋啊，这个名啊、利呀、这个世界呀，那为什么呢？如果他们所看重的这一切，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东西的话，那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呢啊，他们的这种执着是对的，所以我没有自信让这些人从这个当中解脱、摆脱这个轮回，但是大乘佛教的就知道这个，其实这些他们啊，这些芸芸众生啊，他们所执着的都是实际上都是虚幻的，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感觉到，他自己没有发觉实际上是虚幻的。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我是很有把握，我完全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是虚幻的，我完全有办法。证明他们所看重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我完全有这个方法然后他们接受了这个观念以后呢，那么他们的心目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正式的东西，正式的世界一定会瓦解的那这个正式的东西瓦解了以后呢，然后他这个正式的东西给他带来的这些所有的烦恼也就会消失。他完全有这个自信，所以大乘佛教呢，超越了轮回以后，他又回来了他没有走到哪里，他就回来了回来是来干什么呢？来度众生，这叫做大乘佛教是超越轮回但是呢，不脱离轮回的
如果我超越了啊，我也脱离了这个轮回，那这个是大乘佛教他觉得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这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啊。那么我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就光是这个地球啊，这个太空当中的无数的不可思议的这个银河啊，这么多的银河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也星球上有七十多亿人啊。那么七十多亿人当中，就我一个人的问题解决，这算什么？他认为这个不算什么啊，所以他就觉得，他觉得这个我这样子解脱了还不划算。啊，不划算，所以我一定得回来啊！我怎么解脱的啊？我怎么样把这些，我怎么样证悟的啊？这些方法我告诉他们，那他们都是人呢，他们一定会证悟的，他们一定会接受啊，接受我的这个理念。为什么？因为这是真实的情况啊！他们啊，不接受。那也是早晚一定会接受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呢不给他们讲这些呢？佛陀知道，因为人的这个根基，他这个成熟啊有一个过程。那当他的根基没有成熟的时候呢，我就给他讲一个深奥的道理，这个是没有用的啊，他听不进去的，他不接受的啊，然后。不接受的情况下，我越给他讲啊，他就产生一种抵抗的，他就越拒绝啊。然后拒绝啊，只是拒绝那也没有问题，但是呢，讲多了以后呢，他就反感啊，产生一种反感，然后他就回来诽谤啊。然后在这个诽谤的过程当中，然后呢，他就造了很大的业啊。找了很大也多，他会多地狱的，所以呢我不要给他讲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比如说密宗啊，密啊，仙宗，贤啊，仙宗就是一般都是不怎么保密的，公开的。密宗它为什么叫密呢？秘密的啊。为什么是秘密的呢？它这个里面没有什么人不可以知道的东西，但是呢很多深奥的道理，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接受的能力不成熟的时候啊，不太成熟的时候呢，然后讲了以后啊，很多人也觉得这个不可能啊，然后再讲多了以后呢，然后他就会诽谤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会堕地狱的。同样的，我们仙宗里面呢也不是完全是不保密的，比如说仙宗的这个空心啊，仙宗里面讲的空心呢也是一样的啊，空心啊，比如说《金刚经》啊，然后就像《般若心经》啊，这样子的也是不能公开的啊，不能公开的。比如说到小乘佛教的国家啊，小乘佛教的寺院里面去，我们把这个《金刚经》这个《心经》啊是不能讲的。不能讲的，将来他不会接受，不但是他不会接受，他会诽谤的啊。但是比如说在中国啊，因为这么一千多年的这个大乘佛教的历史啊，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心经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等，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啊，金刚经啊大家都知道，所以他们对这个金刚经和这个心经的啊这个人师可能不一样，这个层次不一样啊，不一样。但是呢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不接受的啊，所以大家都已经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像金刚经啊，像这个心经啊，最早传入中国的时候呢，那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空心是不能随便讲的，先给大家讲因果呀，轮回呀，就是讲这些比较简单的然后呢大家接受了以后呢大家有一个对世界就是有一个比较这样子比较深层次的这个认识以后然后再讲这个金刚经呢心经，这样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个平时是不能这样子，不能随意的讲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些，像金刚经啊，
心经呢，都叫做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这个是不能随便讲的，这个也有苞米的，但是呢，这个苞米是有时间短啊，有时间短啊，也有区域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在南传佛教的这个有些地方呢啊，到现在也不一定是很适合啊，然后呢啊，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心经。金刚经啊，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都不能这样公开，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两吴地啊，那个时候呢大摩祖师啊到这个中国来传禅宗的时候呢，然后呢国王大臣或这个皇后哦，很多人都就不接受，不接受，大摩祖师都已经没有办法传法了啊。但是现在啊，禅宗啊已经根深蒂固了，可以讲了啊，大家都能够接受了啊。密法也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为什么呢？这个报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保护啊，为了保护对方的啊这种积极性啊。这本来他想学啊，但是呢，我现在一开始就说了，什么都没有了，空了啊。这样子以后呢，那既然空了，那我学什么呢？啊，那他一定会说，难道佛也空了吗？我们说空了，佛也是空，不存在啊。那因果也是空心吗？我们就回答说，因果也是不存在，空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因果也空心不存在了，佛也不存在了，那我学什么呢？啊，我干脆就不学了啊，就是有这样子的负面的啊这种影响啊，就是。破坏别人的这种积极性所以这个佛教它是非常非常非常讲究这个次第啊，比如说你完全不接受佛教的这些道理，那也可以，我暂时不给你辩论了，你可以不接受，但是呢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一定会接受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真理呀 真理，人都是有思考的能力，有思维的能力啊，人都慢慢的会这个慢慢的会考拢真理，所以我相信你有一天会接受的，所以我也不记你现在说不，你现在暂时不学佛法，你要学外道，那你就去学，没关系，我不强迫你，但我相信你有一天是回头的然后呢，学小乘佛教，如果他说我要学小乘佛教，不学大乘佛教，那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这样。那你学小乘佛教也可以的，但是呢，我相信你有一天一定会这个学大乘佛教的，因为人都是有这骨子里面呢，人都是有慈悲心的有爱心的，所以你现在暂时你这个不愿意度众生，但是呢，有一天你一定会想帮助人然后现在你为什么不想帮助人呢？因为你很害怕，你太害怕这个轮回了你为什么那么害怕？不知道这个是虚幻的，但是呢，我相信你终有一天一定会明白这个世界是虚幻的那个时候呢，同时这个的瞬间你就是了解这个世界是虚幻的瞬间你心里的所有的对这个世界的恐慌一定会消失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到，我一定把这个真理告诉所有人，让所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你一定会主动的，非常积极的，不像现在这么的被动你有一天你一定会很主动的，我就可以等到你的就是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在这个时间机缘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就不勉强勉强也是不对的，反而会有负面的作用，这就是佛陀的传法的方式呀所以佛教它就不会依靠政治的手段，依靠经济的手段，依靠军事的手段去传播他的这些理念他觉得这样子对这些人比如说他用某一种手段去传播，有可能可以传播，但是呢，传播以后对这些人有没有帮助呢？这就不好说了这些人是什么样的根基，这就不好说。所以佛陀的传法呀，他不是要扩大他的势力，扩大他的什么呢？就是要帮助别人，他要考虑怎么样能够帮助他。
他就会考虑这个啊。有些人呢，佛的这个方法啊，佛的这种教育啊，暂时啊对他没有用啊。但是呢，像另外一种宗教啊，或者是另外一种教育对他是有帮助，这样子的话，佛就考虑，那我暂时不讲这个啊，然后呢，你先去啊。先去接受另外一种宗教，那慢慢的成熟啊，成熟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到时候你就可以学这个啊，这是佛的这个传播的方式啊，都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大乘佛教我们刚刚讲了，总有一天啊，所有人都明白，我们真正我们现在这个要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当中，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轮回，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害怕，害怕的不得了的这个地狱啊，恶鬼啊，这到底是什么，总有一天啊会明白的啊。那么明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乘佛教徒他会去帮助众生的，这就是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区别啊。所以呢，我们这些我们今天讲的和昨天讲的啊，然后我们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落实到这个真正的我们的学佛的这个啊这个行为当中呢啊。首先我们昨天讲过出世间和世间法这个的区别啊，这个差别告诉我们啊，一定要去修出离心啊，修了出离心才能够解脱啊，除非是你不愿意走解脱的道啊，如果要走上解脱道，那就必须要有出离心啊。出离心我们昨天讲了，出离心就是它的导航啊，只要没有这个出离心啊，没有出离心的话，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走上这个解脱道啊，这个就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学佛那就是必须要修出离心啊。怎么样修出离心呢？昨天我们讲过，就是要修四加心啊，外加心呢，也叫做四加心，也叫做外加心哦。我们立即就知道这个外加心的重要性啊。所以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这个，我们所有的学佛的人都是一样啊，都要去修出离心。然后呢，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的范围，叫做这个修回灯之光里面的这些一些这个修法啊，这叫做这个回灯的禅修班。那么这个禅修班呢，就已经学了一段时间了啊。首先让大家就先了解一下这个佛教的因果呀、轮回呀什么这些，先了解啊。了解完了以后呢，大家去修心。那修的时候呢，怎么样修呢？还不就是修这个四加行吗？没有别的了，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些所有的藏传佛教，我昨天也讲过了，都是一样的。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讲的也就这个四加行，从四加行开始啊，萨迦派的啊，噶举派的啊，然后尼玛派的啊，然后就是觉囊派，这所有的派都是一样啊，这都是都在讲啊，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在讲这个啊四加行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出离心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这个如果没有出离心是没有办法走上解脱道的啊，所以大家都首先就不说什么大圆满呐啊，什么大受益呢，这些都不是论金刚啊，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了啊，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什么是最重要呢？就是这个出离心是最重要啊，出离心最重要，一个对初学者这来说，这就是最重要啊。作为一个小学的这个小学生啊，作为一个小学生来说，什么是最重要呢？啊，博士生的课程重不重要？不重要啊，根本就没有用啊。研究生的课程重不重要？不重要，根本就没有用啊。高中初中的也不重要啊，什么是最重要呢？就是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课程是最重要了，对他来说啊最重要，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完全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先修出离心啊，修出离心，然后出离心的啊
到底什么叫做出离心，它的标准是什么啊？然后我们修出离心的时候怎么样修出离心啊？什么叫做出离心修完了，什么叫做完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看啊。这个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大家要知道这个像大圆满的前经啊，蒲先生是眼角里面讲的这个出离心是高标准的出离心啊，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么高度的出离心。然后回灯之光里面讲的这个出离心呢，它也是出离心，但是呢低标准的这个出离心，高标准到低标准啊，这个范围之间的都是出离心，实际上是标准的出离心，但是呢标准的出离心有高标准和低标准啊，那要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标准达到了以后呢，这叫做修完了，出离心修完了。那出离心修完了以后就修什么呢？就修菩提心啊。菩提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就是我们从这个时间啊，首先我们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走一条路啊，进入佛门了啊，首先是我们可以说外面有一个分岔路啊，一个交叉路，是这边就是外道的啊，然后这边是佛教的啊，那我们不走这条路了，就是走这个佛教的这条路。然后佛教的这条路走进来了以后呢，然后有一个啊交叉路啊，然后又是一个这个交叉路。那么这个当中呢，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人天成佛教啊，另外一个是解脱道啊，解脱道大乘和小乘两个就包含了这个解脱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就不走这个啊，不走这个人天乘啊，不走这条路了，然后就选择这条路啊，然后这条路就是一个解脱道啊，我要走上解脱道。那怎么样就是走解脱道呢啊，怎么样选择这个解脱道呢？那就是出离心啊，很简单，出离心啊，我出离心修好了，我就选好解脱道了啊。出离心，我有了出离心以后，我就不会走这些路了啊。首先我皈依了啊，首先我皈依了以后呢，从此以后我就不走外道的路了啊。我这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皈依以后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这就已经我的路啊已经肯定了，我不走外道的路，我要走佛教的路，这已经肯定了。那么佛教的路啊当中呢，走哪一条路呢？佛教的路也就刚才我们讲的啊，大乘、小乘、人天乘啊，你走哪一条路呢啊？然后首先啊，我不走这个人天乘啊，不走人天乘啊，我要解脱，我要走解脱道啊。那要走解脱道的话，那什么样的方法让我走解脱道呢？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出离心啊。我修了出离心，我就不会走这个啊人天乘，我一定会走到解脱道。然后呢，就来到了第三啊解脱道，我已经走进来了啊，走入解脱道。然后解脱道当中呢也有两个，有小乘佛教、大乘佛教两个。那么我要到底走哪一个、哪一条这个解脱道呢？这两个都叫做解脱道，我走哪一条路呢？啊，我不走小乘佛教的这个解脱道，我要走大乘佛教的解脱道啊。那我怎么样走入大乘佛教的解脱道？就修菩提心啊。那就菩提心以后呢，我就不走这个小乘佛教，我最后就是啊，就找到真正我要走的路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来说啊，这三个差别特别的重要啊。我们让这个慧灯禅修班呢，我们第一堂课是什么？第一堂课就是这个三个差别啊。为什么这三个差别让大家学三个差别呢？啊，佛教里面有很多很多入门的这个课程啊，这些课程都不学，为什么要说这个三个差别呢？啊，这三个差别是因为涉及到我们到底走什么样的路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就刚刚进入佛门的一个人来说啊，还是很迷茫的啊，到底要走哪一条路，怎么样走啊，我怎么样选择这条路啊，我要选择这条路的话有什么样的条件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这些都不知道啊，这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三个差别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学佛的一个总的导航啊，
导航啊，它是 GPS 的系统啊，如果这个系统软了，那就不能导航，它导到什么地方就不好说了啊。我们以为在学佛，实际上走到一个外道的路呀，或者是走到一个这个跟这个解脱根本没有关系的一个世俗的一个人天的这个道路呀，都有可能啊。所以首先比如说我们要今天要走到这个城市里面的某一个地方啊，如果我路不熟悉的话，那么车还没有开之前，首先啊把这个导航啊目的地啊设好啊，这个设计好设定了以后呢，然后就开车啊，而按照这个语音的提示走，就他一定把我带到这个目的地啊。所以这导航是很重要的啊。同样的，这个三个差别就是很重要，这个是总的啊，导航特别重要的啊。但是这个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出离心啊，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这个啊菩提心，也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这个人天乘啊，这些都没有说。为什么不说呢？这些都是首先我要把方向确定了啊，方向确定了以后呢，然后到时候这个其他的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可以了解，进一步的可以去学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啊很重要的。这时候啊，我们就学了大乘佛教，那就需要菩提心了啊，需要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啊，大乘佛教和这个小乘佛教的这个区分最大的差别啊，就是有菩提心和没有菩提心啊。这个我们昨天讲的一样，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啊，供这个啊曼陀罗曼叉罗或者曼陀罗供啊，但是是一个这个曼叉罗，它是代表那、啊、它是代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就意思就是说，我们把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所有的啊美妙的东西、美好的东西，都以这个啊曼叉罗来代表供养佛，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那我们把这个供养佛的时候呢啊，那这是它到底是人啊这个人天乘啊，这个山根啊，我们把供佛的这个山根是属于人天乘呢，属于小乘佛教呢，属于大乘佛教啊？怎么样区分佛？我们啊，这个大乘佛教也好，小乘佛教也好，就一尊佛，就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供养的东西呢？这个曼叉罗呢，也同样就一个曼叉罗啊。然后一个曼叉罗，我们供养同样一尊佛的时候呢，那这个山根是属于什么山根呢？啊，我们把这个曼叉罗供养佛了以后呢，这个山根最后我们啊怎么样这个成熟这个山根让我们走向人天道呢？让我们走向小乘佛教的解脱道阿罗汉呢？啊，让我们成佛呢？啊，那这个怎么样？这个区分啊，这个什么东西来决定区分呢？这就是以我们的自己的啊发心来决定啊，并不是这个佛像来决定，也不是这个供品来决定啊，谁决定？就我自己的发心来决定啊。发心怎么决定啊？这个我们就已经讲过了。如果我这个供佛是为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健康长寿等等啊，或者是在下一世当中，我为了不堕地狱、不堕畜生道啊，我在下一世当中啊，再次的啊，能够做人啊，能够投身到天人啊，就为了这个，我供这个曼叉罗，那这个就是，啊，这叫做人天乘啊，这叫做实践法啊，这叫做实践法，这也是不是佛像来决定啊，也不是这个供品来决定，是我自己的这个法心来决定，然后如果啊，这个时候我供这个曼叉罗给这个佛啊，供佛，我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我自己的解脱啊，为了我自己的解脱，我就啊觉得这个轮回啊很痛苦，轮回很痛苦啊，我不愿意再回来啊，不愿意再这个流转到轮回当中啊，我一定要
拜托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我为了拜托轮回的痛苦，然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发心啊，这样子的动机，把这个曼陀罗供养给佛啊，那这个山啊，这个山根就是属于小乘佛教的山根了。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给我带来的结果就是让我成为阿罗汉，嗯，让我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嗯，前面的这个呢，他就是让我再回来啊，做人啊，做天人啊，做人的时候呢，也可以做啊，有钱的、有权的啊，等等，嗯，就做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他的结果就这样子，第一个是这样子，第二个是小乘佛教，让我成为阿罗汉，嗯，然后第三，我供这个班叉啊，供这个曼叉罗的动机，第一。啊，不是为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任何的利益，那也不是为了这个未来，就是下一世的啊任何的这个利益啊，都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也不是我为了我个人的解脱啊，这都不是。嗯，那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成佛啊，我就是想度化一切众生。我们刚才讲的，我就想啊，非常非常的想让大家啊。也就从这个轮回的这个长梦啊当中舒心啊，我就很像啊欢心啊，大千世界当中的所有的人啊，从这个这种轮回的梦啊当中啊欢心啊，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也就是要成佛呀，首先是我自己要成佛啊，就是为了这个。啊，目的我把这个曼陀罗供养给佛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这个就是大乘佛教了，这就属于大乘佛教啊。就同样一尊佛，同样的一个公平啊，三个不同的结果啊，三个不同的结果，这都不是一个外在的这个区别啊，都是内在的啊，都是内在的区别，就是自己的法行的区别，嗯。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啊，外在的很多东西啊，是不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经音啊，这个曼陀罗啊，虽然是在讲上等的公平是金银珠宝啊，中等的呢就是金属的啊，下等的呢就是石斑呐、木斑呐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啊，对这个金银珠宝是非常非常执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这个供了以后呢，啊，对佛来说啊，金银珠宝、普通的金啊，这个普通的金属和一块石板，对佛来说啊，这完全是平等的，嗯，但是呢，对我们来说这个不平等啊，所以我们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执着啊，那供佛以后的这个结果啊，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来决定呢啊。有些时候我们的执着是有这样子的，嗯，这个作用的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布施身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给予身外的啊这个财产。那和不是我自己的身体啊，不是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器官的捐赠啊，就是说过去我们在佛教的这些这个故事当中啊，尤其是我看到，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修行的时候呢，就他布施了自己的眼睛啊，布施了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肌肉啊等等，嗯，那这些啊，实际上我们没有证悟义谛之前，这个自己的身体是不允许啊，不允许布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比如说有人啊，有人说哦，有人来咬我的啊一只手，那我把砍下来给了，那就是。冲动的情况下有可能做到，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武啊，没有真武空心啊，所以有痛啊，有病痛，有痛苦，痛苦的时候一定会有可能非常很有可能内疚后悔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还没有真武这个世界是如幻如梦之前
身体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给予的。但是如果身体的给予跟我们的身外的东西的给予，这个的功德啊，是完全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啊，这不是物质本身的这个啊差距，而是我们的执着的差距。我们对身外的东西呢，没有太多的执着啊，时有执着，但是没有像我们自己的肉体这样子的执着，所以这个给予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的啊。然后呢，自己的肉体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执着的啊，我们凡夫都是一样很执着的。那我把一个很执着的东西啊，就不顾一切给予了啊，不求回报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啊，无条件的给予，这个很不容易的。嗯，功德很大。为什么这么功德大呢？这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物质本身决定的，而是我自己的执着来决定的啊。所以有些时候呢，这个执着在这个发挥作用啊，发心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啊，这个物质也是重要，但是呢，它不是很重要啊。物质的重要呢，我们刚刚讲的啊。为什么这个供曼叉罗的时候呢，为什么金银珠宝是最上等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对金银珠宝啊很有执着，我们认为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呢，实际上啊，实际上还是因为我自己的执着啊，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啊，这个发菩提心，是度一切众生，就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啊，我要成佛。为什么呢？如果我自己不成佛的话啊，我是没有办法让所有众生成佛啊。我要成佛，我成了佛以后呢，把我的经验啊，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方法啊，我可以告诉其他人，然后呢，这些人也就按照这种方法去修。啊，根据这种这个观点啊，修方法啊，他也可以成就的。所以，首先是要我自己成佛的。我成佛以后呢，可以告诉别人。所以我们啊，佛教有些时候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呢？像其他的宗教啊，他很啊入实啊入实啊，就搞慈善呐 啊这个。救灾啊啊这些做得很好啊，然后呢，佛教徒呢啊，把自己关起来啊，就是修心啊，就比较在表面上啊，就是一个初始啊，他没有入始，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有很多人有这样子想法，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啊。为什么不对呢？佛教徒他为什么这样子呢？他是为了更好的如实啊，他是为了更好的如实，暂时把自己封闭起来训练啊，就像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体育运动员，他在世界上拿过这个冠军的金牌奖的这些人，他一定会有在这个之前是有一定的时间当中啊，有一个封闭式的一个训练。锻炼啊，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锻炼就去比赛，能拿到这个冠军吗？这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就是为了更好的这个如实啊，先把自己关起来啊，训练啊，我训练好了以后再如实哦，这就是非常好的。那如果我自己根本没有训练，我没有任何的本事啊，就如实，那我们不就大家都不就一样吗？啊，我谁也救不了了，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你有烦恼我也有烦恼，你很自私我也很自私啊，然后最后呢啊，你也不想让步，我也不想让步，大家都很自私了啊，只不过就是表面上啊做得好一点，但是就关键的时刻啊，我还是很在乎我自己的，我还是很在乎自己啊，我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啊。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佛教啊就劝大家不要过早的去入实啊，不要过早的入实，最终的目标是要入实的，要帮助众生的啊。但是呢，
帮助众生，首先你必须要有自己要有能力啊，啊，有能力才能够帮助众生，你没有能力怎么帮助众生啊？就像这个就像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就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瘟疫啊，发生就很多人就病死了。那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想给大家治病，想给大家治病，但他什么也不会，现在啊他什么也不会，他跟大家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得没有传染啊这种病啊，他目前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他不懂，什么都不懂，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样去给这些人治病呢？他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不是现在就去治病，现在根本就不懂得治病，他进入了这个群体以后呢，立即就他自己也就变成了他也就会传染了，他也就被传染了没有任何的本事没有，只不过就是一个好心而已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只有一个精神，这个不精神它是只是一个好心而已，这个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那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呢首先他不要忙着去治病去学医他学医是首先去学医，怎么样去控制这个瘟疫他去学学好了以后呢，立即就回来去给大家治病这个是非常科学的这个是很现实的这样子他一定会成功的这样一定成功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去治病，那这个是治不好病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佛教徒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呀，打坐呀，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呀然后要闭关呐很多的这样子的然后有些宗教就没有这些了一开始的时候今天皈依了，那明天就可以去做这些慈善就这些了，没有别的，不需要闭关什么都不需要但是这个是这个能力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比如说你今天进入了某一个这个宗教的团体当中但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你内心里还是就有这些烦恼自私这些贪嗔痴傲慢嫉妒这都有的那这些东西没有消灭的话然后呢我暂时或者是表面上在帮助人但是呢这个帮助就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这个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自私的东西所以做不好所以呢暂时先不要这样子先不能急，如果要急的话那就赶紧去修不能说因为我很急所以我这个修心这一块我就不做了，我现在就投入到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业当中那这种精神是很伟大的但是呢次第是错了次第上错了，所以最后还是会失败的所以这个修心是很有讲究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要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然后就去修心大家要去修所以我们佛教就讲闻思修闻思修先去听听佛法这个特别重要我们这个佛教呢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它有很多这个佛教它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然后这些观这三观有可能会颠覆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所有的观点都有可能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观点我们现在的观点就是我们没有学佛之前的观点就是这个三个观点都是一个建立在什么样的这个基础上呢？就在建立在我们的感官的基础上凡夫的这些感官
是有很多很多的漏洞的啊。过去啊，佛教里面怎么讲啊？现在呢，很多很多的都已经被这个科学啊印证了啊，然后我们不能不接受啊，我们的感官是漏洞百出的，所以我们的这些观点呢、人生观呢、价值观呢、这些世界观，那它的基础啊，就是这个感官出了问题，那他的观点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的很多观点呢是通过这个佛教的观点来啊更新啊，要更新，这个特别的重要啊，就我们这个叫做更换系统啊，我们的系统啊是有问题的，所以要用佛教的这种观点来要更新啊，这个佛或者是要更换啊，要换掉。那怎么样更换，这个更换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闻思修啊，要去听啊，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今天这么多的这个佛教徒啊，而且就是这段时间呢，这些年啊，学佛的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当中真正的去修行的，或者是去学习啊佛陀的真正的这个这个教义的啊，或者是说真正的去接受佛陀的这种高端的这个教育的啊，还是很少的。虽然很多人学佛呀，和信佛呀，烧香拜佛呀，但是呢，就接受能够接受佛教教育的啊，就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一定要重视啊，教育呀，佛教的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信仰啊，它就是一种教育啊，它就是教育。所以教育那就是要去听呢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连小学一年级的课本应该算是很简单的，但是呢，这个也得要老师讲啊，并不是学生自己去看就可以了啊，老师讲啊，讲的时候学生去听呢，一样的道理，要去听啊，这叫做闻。第二个就是思考思维啊，光是听啊还不行的啊，光是听我们的理解啊，有可能啊理解错啊，有可能理解不到位啊，都有。所以呢啊，要去反复的去思考啊，这个很重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思，然后就是修啊，闻思修。修是什么呢？修就是修行啊，消化我们刚刚学到的，比如说第一个听，第二个思啊，思考，这都是理论知识，都是知识。理论和知识呢，在我们的这个顽固的这个烦恼，这个执着啊面前呢啊，它是没有说服力的啊。我们明明知道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不会选择这样，我们会选择另外一个啊。这是为什么呢？啊，就是真理啊，真理永远都是顽固的人的这个面前呢，它是不起作用的啊。那我们的这些烦恼啊、执着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已经是根深蒂固，已经是非常顽固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往往这个理论是不起作用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训练啊，锻炼哦，这叫做心灵的训练。实际上用我们佛教的话讲，这叫做修心修啊，问思修，这个很重要的，要修心大作。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再加一个啊，闻思，平时通常我们就讲闻思修这三个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后面再加一个字叫做行啊，行动的行啊，闻思修行。实际上佛教里面呢啊，这个行动啊落实到生活当中，落实到这个工作上面啊，这个实际上是包含在这个修里面。但是呢，我们为了强调这个的重要性，所以把它分开啊，闻思修心啊，四个字啊，原来是三个字，三个字里面包含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修心大作，但是我们把这个修心跟生活工作脱节啊，修心所修的
在生活上不勇，工作当中不勇啊，然后呢，工作和生活和这个修心啊，两个分开脱节啊，这样子很多都是这样子，嗯，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修心呢，在工作当中就不起作用了，生活当中也就不起作用了啊，生活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呢，修心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就是修心，它就是失去了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主导的这种地位啊，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修了以后，修的目的是什么呢？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落实到心动啊，实际心动上。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就四个字：闻思修行。嗯，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学佛的过程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昨天和今天的这个课是针对这个刚刚进入佛门的人而讲的啊，针对刚刚进入佛门的人讲的啊。我们很多很多刚刚进入佛门什么意思呢？有这个就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刚刚皈依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呢，虽然是皈依了10年20年啊，但是呢，从来没有去接受佛教的教育的啊，这种人我觉得也叫做刚刚进入佛门啊，这就是为了针对这两种人讲的啊，希望大家啊，这个我们反复的去复习啊，然后呢，就是要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必须要养成一种习惯啊，什么习惯呢？学佛的时候呢，一定要现学先用。啊，就是这样子啊，学到一个就用一个，学到一个就用一个，怎么样用？就是落实到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今天啊，学到了一个理解别人的一种方法啊。比如说，平时我们都很少理解别人的啊。比如说，有人来啊，今天啊，对我有一种不公平的这个待遇来对待我，我不理解他的啊，就是类似的，很多很多我们不理解啊，但是呢。我们在理论上啊，就学到了一个要理解别人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但是呢，我们这是学到了啊，然后这是学而已，我们不去用它啊，不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那就是没有用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学了很多很多，但是呢，一个都不去做啊，那最后就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学很多，但是呢，也可以不学很多的啊，但是有一些东西，就关键的东西是不能不学的啊。学了以后呢，一定要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啊。以后大家啊，比如说我们公修的时候啊，公修的时候，比如说像菩提学会这样子的这个学习的小组也好啊，像慧灯禅修班这样子也好啊，平时我们也要讨论这些佛教的这些观点啊，修行的方法也要这个啊去讨论，考试啊这些都需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觉得大家要讨论一下啊，比如说这一周当中，比如说我们星期六啊或者星期天。啊，大家公修啊，学习的话，那大家也就要讨论一下这一周当中，或者是在这一天当中啊，我做了些什么啊，我学到的东西，我怎么样用到这个生活当中啊，我所学到的这个理论当中呢，有20%啊用到生活当中，用到工作当中啊，用了多少啊？这个我觉得也应该大家讨论讨论啊，应该这也是一种考试呀啊，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考试啊。我们一直都是在理论上这样子考试，就像我们学校里面的考试这样子啊，就四背熟啊，然后这样子，这不是这时间的学校里面也最后也不就是变成了这个书呆子吗？嗯。那我们佛教也就讲这个叫做发有子，我们不叫发呆子，我们就叫做发有子啊。有子是什么呢？有子就是啊，就是表面上看啊很聪明的啊，实际上不是聪明，实际上是很狡猾的啊。然后什么样的历练在他的身上都不管用的啊，他把所有的这些
理论都自己可以随意的扭曲的啊，然后他什么样的东西他都懂，但是什么样的都不做啊，这种叫做发油子啊，树呆子啊。然后我们如果不现学现用的话，最后都变成树呆子呀，最后都变成发油子呀。你这这样子呢，我们学习的机会啊，我们学习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就找不到真正的意义了啊。所以大家要这个现学现用啊，这个特别的重要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批真人本事今天南京王龙